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密本奇谈第四事件，星穹铁道出花旗剑路已完结，活动攻略 2.4 版活动出花剑侠祭祀出花剑客行魑魅王两密本奇谈瘟疫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第二次事件最终事件。离崭新破旧大琉璃剑又近了一步，我要打10。今天也是收获不少啊，真是辛苦本姑娘。想听听你的建议。哦，本姑娘要上来，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吧，我还要释放。我要打10。该怎么做才好呢？别了吧。今天是有考试吧？我已经准备好了。